超大章鱼足啊。海鲜拼盘，小甜虾，北极尾兰花棒啊。这甜虾超鲜呢，阿根廷凤尾大虾仁啊，就我自己炸的，来。
蝎腿啊。这个肥度超级好。掉了。这剪这两边，剪两边，然后整个蟹棒就下来了。肥了，海鲜拼盘，超大字下一遍。粉丝先吃，超级大，
这个不是坏，这是头子，蓝色的籽啊，不是鲜坏啊，是头子。这头子，这籽多，老是同时吃。